宜家的新成员，你怎么称呼啊？小 B。小 B， 那你哥哥呢？大 B。好可爱哟。小 B， 你好可爱哟。爸爸拿着的是什么？小 B 就喜欢。给我，给我，你要想要是不是？下一个嘛。刚刚不是在笑嘛？笑一个，笑一个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休息一下。现在眼睛也蛮大的。你是单眼皮而已。我不是单眼皮哦。不要算在我头上啊。好了，拜拜，跟爷爷奶奶说拜拜，等一下见，拜拜。哎，这个是啊，怎么好大哭啊？这是 BB 呢，晨晨，这是 BB 啦，这个是 BB 啦，晨晨，这是 BB 哦，你是哥哥呢 ，BB。那现在是哥哥呢，晨晨，包，包，啊，要玩，玩什么？你给他看一下你的脸啊，他看不到。有啊，他看到我的脸啊，晨晨，妈咪，还有弟弟哦。你是哥哥啦，现在，阿 B， 你现在是哥哥啦。弟弟，妈妈，快点，妈妈，乖宝，嗨，晨晨，这是弟弟呢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 baby？ 小 baby， 有没有看到？小 baby 啊，有没有可爱？小 baby， 小 baby 啊。他可能不太了解啊，什么事？爸爸，啊，爸爸，什么事 ？baby 有没有看到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你有没有看到弟弟？你现在是哥哥了，知不知道？给我。你现在是哥哥了。给我，给我。给我。还给你啊？给我。哦，给你。哇，好给我。好，回去再给你。回去再给你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弟弟？弟弟。先跟弟弟说，弟弟好。嗨，弟弟。弟弟好。你说 ，baby， 不要哭。baby 不要哭，大 B， 以后你是大 B 咯，弟弟是小 B 咯。晨晨觉得好奇怪，那个是谁呀？那个是谁呀？那个是谁呀？是弟弟。晨晨，晨晨说弟弟。晨晨，晨晨说弟弟好。你是哥哥呢？你是我是哥哥。弟弟好，拜拜啦！那么快拜拜啦？那么快呀、啊？那么快拜拜呀、啊？啊？干嘛没有亲一下，晨晨？有没有亲一下 ，baby？ Kiss me goodbye。亲妈咪一下。拜拜 ，kiss bye。什么事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弟弟打喷嚏了。你是哥哥了，将来哥哥弟弟两个要互相帮助啊。
乖乖。笑死我了。你要疼弟弟啊，弟弟笑死我了。就去打。给我。给我。嗯，好了，差不多。好，拜拜。春春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春春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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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